在大家的眼里，我可能是一个成功男士，陈炯，事业有成，人会羡慕。既然时光可以倒流，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也可以重新开始。在你的心里面，爱情是为了婚姻，而在我的心里面，婚姻是因为爱情。我就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什么？你告诉我陈炯是你前男友。喂，哎哎，不是说要给我儿子辩解，但是有些事我必须说清楚。5年前那事儿，受伤害的不仅仅是你。5年前的是我和你之间的事，你凭什么把小雨拉进来？你不能娶我，你能娶她是吗？我向你道歉多少次？江小新，你是不是有点太任性了？我现在所有的生活都让你毁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你这种混蛋，不值得原谅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？我们还没结婚呢。你是不是后悔向我求婚了？我以为我能扛过去。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靠。